来吧，兄弟，走啊！哎呦，哎呦，咦，哎呀哎呀，是不是得抹点什么呀？我平时刮就干刮，没留过这么长。我回归了，朋友们，干干净净。 干干净净，耶！刮完了胡子，开工，一下年轻了，又回来了，小伙子，向山海出发。这边。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到了8月中旬的原因，我感觉好像没那么热，对吧？还有点儿，有一点点，还有点微凉。对的，感觉这个点儿是这个天气，那就会感觉晚上冷。晚上我们得有可能得露营啊。哦，有可能。哎，但是还有一种可能性，我们有可能会住特别美、特别好的民宿。哎，你喜欢哪个？ 我说实话嘛，我想民宿，我想洗澡。哇，又看到了我们的即时汽车。这台吗？这台是我们的呀。你还记得？当然了，它有边牧。哦，因为上面 GoPro， 它有边牧还有 GoPro。 我是傻，我以为你真的记得。 中了，中了，中了，中了！走呗，咱俩现在就走吗？咱们得等等他们吗？啊，我们是最先到的。要不你打凯哥电话问问他。马卡，凯哥。喂。您那个从上海出发了吗？ 出发了，出发了，大概在赛里木湖那边等我就可以。赛里木湖，好好好，那我要我们先去机场。好，我们现在奔机场了啊。好好好，马上转机过去啊。好，好好好，待会儿见凯哥。OK OK。听凯哥这个意思，还没有出房间，太安静了，太安静了。 他应该是在房间里边，还在穿鞋呢。哎，到了，没有在穿裤子啊，在穿裤子。哎，我这。这一次来的嘉宾是谁呢？猜一猜。之前不是说我们这个每一集是不同的感觉吗？上一次是兄弟局，这一还有姐妹局、家庭局，还有一个什么局来着？ 这一次，我猜姐妹局。Good morning， 来了。等一下，这个是女孩，好高的女孩。他们应该是夫妻，不像凯哥。 嗨 ，Hello， 你们上次两个人一起去旅行也好，度假也好，是什么时候？结婚周年。去了哪里啊？富士山。忘记了，对不起。你是忘了跟我有结婚周年，还是忘了我们去了富士山？忘了去了富士山，没有，因为那个几月几号？五月。 嗯哼，然后呢？黄金周期间。嗯。那这样的露营方式，你们是担心的还是不是担心？我们出去旅行，但去的都是城市，一般很少去自然风光的地方，就是我们自己没有露营过，我就是很想问那。 洗澡怎么办？对，我女生吧，我可能比较担心。担心热。
因为他有一点就是皮肤病，就是皮肤特别容易敏感，如果他很热的话，他就会变得比较难受。阳光过敏的感觉。差不多就是有点这种，他就会很痒。你们准备了一些什么东西？哦，我准备了。第一个准备的就是防晒服。然后准备了三件防晒服，买了脸基尼，就是那种露营的帽子。防晒，对，防晒很重要。速干毛巾，先带上再说吧。然后面膜、化妆棉、意大利面、白米饭、不同味道的米饭、不同味道的米饭，还有不同味道的米饭，以防饿死。Hello, 你好，我们之前见过，记得吗？博远，你好，Hello, 王哥，孟哥，都见过。来，先到太阳那个你们晒的地方。哎呦，什么什么？我们先把行李放来。买这么多东西啊？就是买了点午餐肉、方便面啥的，我就很害怕没有东西吃。没有关系，我们已经有过一次经验了。就所以还好吗？在悬崖边上洗澡，听说。听说了。听说了。哎呀。OK， 好嘞。OK。我们还等一个人，队长吗？凯哥。OK， 走。我觉得你还是把上面扣一下吧。怎么了？不好看。那我为什么不拉上呀？这是管事，就是我下边开叉的。那我是不难受吗？这挺好的。你长个，你喜欢长个长。此时此刻，可口可乐。队长早上好。嫂子早上好。大家好。是不是因为上次觉得太遗憾了，没有带家人了？这次对，必须得带。对，上次不就说嘛，就说这一路上没带上他们，感觉很遗憾。所以今天又带上了。你真的是上次我没刮，对，真没刮，我就没刮，没刮，修了一下。没想到吗？哎呀呀！一个人带了吗？我没想带了。啊，你好，你好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你好，Hello， 老婆，你好。哎呀，听到你来，我很高兴，有伴儿了，对，有伴了。老师，老师，你好。咱们先把行李装车上吧，也可以。重吗？重吗？谢谢。对。有那么沉吗？太好笑。对，装备好齐全的感觉。我们第一次。全靠我老公，哎、他东西很全，厉害。我啥也没带，就带上人出来了。啥也没带，就带了媳妇儿。就狗粮。刚才我就想，我说那凯哥咱仨不成了电灯泡了吗？没有，现在俩是电灯泡。没想到，走吧。原来是咱俩。对。来，有 PPT 的。有。这整个三天的大概的路线，今天我们先去刘家水库，会经过一个滑翔伞基地，可以直接蹦滑翔伞下去。哥，我有个问题。万一就是不滑滑翔伞行吗？我害怕，我恐高。给你们准备也可以。滑翔伞我们就坐车，滑不了的话就只能跟着车一块儿去对面码头。我希望我们今天可以赶到甘家秘境。张部长，咱边走边唠。好，行，走吧，走。那我坐副驾驶吗？对，你坐副驾驶吧。好。小马、小明两位老师，我们先。不，我先。你让我。你们背着包，你们坐前面。没关系。我们俩坐后面。行。过会儿换。过会儿换，我们轮换。我这书包要给拽下来了。哎呀。走起。耶哦。开着我们专为户外而生的即时汽车，向山海出发了。我们节目主打一个随性啊，路上看见什么喜欢的，随时要停车就可以了。啊，
没准我看到河我就会喊一声，我哥停车，我要掉两甩两杆。我们主打就是一个说走咱就走啊。刘家侠，早起，开起来，我的老哥哥。你不爱吃吗？哎呀，对呀，谢谢哥。然后我们过完这么慢慢的，你看看，我们就离开了城市。哎，我们上山了。哎，这是到了，到了。这么旅游客的地方，哥，我们要去野的地方，我们不要做游客。来都来了，看看吧。嗯，对，我们第一次来甘肃，就看看吧，看一眼吧。走吧。走吧，老公。走。这个有意思。谢谢啊。哇！哇！都不知道你跟谁来的。比我高半个头，是吧？哎，他们是不是走了？来，他们扔下我们了。好，我们已经开始旅行了。看看这里的风景。哇哦，这边碧绿碧绿的，这边怎么这么黄？好了，我要欣赏美景了，先这样吧。穿鞋套来来，哎，这一定要穿的吗？谢哥，谢哥，对他们要穿的，应该是真的要。谢谢谢谢谢谢，有的，这里有，一人两只。走了。这玻璃栈道有什么可怕的嘞？哦，前面是有点可怕，太恐怖了。来啊，来不？我这样。啊，这里人好多呀，人有点多，我确实也有点怕。哎呦，我还没注意呢，脚下。哇塞！你怕不怕？你怕不怕？他是恐高的。对，过来吧，过来吧，勇敢的，勇敢的。其实这个我还好。还好还好，你走到过来这里，你还怕不怕？不是，我是怕脚落不到地的地方。让我来看看，黄桃交汇。不是，旁边是源头，但是上面。哇哦！哦，我知道了，这是不是什么交汇处？黄河和桃河的交汇处。桃河。对，黄桃。难怪我说这边的水这么清澈，那边的水那么黄。那是黄河，对，这个是什么？桃河。反了，反了，绿色是黄河。说反了，这是黄河。哦，黄河的黄是让桃河给染黄的，桃河真的是一个真是绝了，讨厌的河，讨厌的河，淘气的黄。朋友们，我们误会黄河了，没白来。他们说跳进黄河都洗不清，是因为黄河就洗不清。黄河被人污染了都。对。跳进桃河洗不清，我觉得还是挺美的，还是值得一来。黄桃交汇处给大家打卡了啊，我觉得没白来，还是挺神奇的这个地方。
走走走走走，现在去滑翔伞。Oh no！ 滑翔伞的话是从上面跳下来吗？不是，它那个不是失重，滑翔伞是跑跑跑，你升起来了。那它会不会后面这个东西打不开啊？你是打开着走的。那是开着走的哦。啊，我害怕，我恐高。其实我安排这个项目，我是非常恐高的一个人。你蹦过极吗？我这辈子就只蹦了一次，再不蹦了。大家都恐高，我也害怕。你想滑吗？去那儿看吧。我也是，我极度恐。我是在《十万八千里》最后一集让我跳五米的跳台，我在上面站了快一个小时。五米啊？五米很高，两层楼呢。那你是没试过蹦极那种？我这辈子疯了我才去蹦极，真的。你看看，就大家都是没事不会去蹦极的。好的，我是没事去蹦极的人。滑翔伞基地。哇，这边的山。太美了。我怎么突然有点想滑了呢？我经常梦到自己就是像滑翔伞那种跑跑跑，然后一就飞起来。今天就是一个梦想成真的日子，祝你梦想成真。哇，我们到了。哎，他怎么在高处飞啊？不是，他是跟着气流往上走的。也就是说看运气，有时候你可能是吧。那到时候降落都落哪儿呢？我实话实说，我滑过，我不记得能往上走的。哎，他怎么往回飞？哎呦，这个！哎呦，好可怕！他这怎么感觉有一个包 ？I don't care, I can do it. 你是可以啊，你是完全不害怕。我咋办呢？这气流一下吹飞了，我不玩了，我不玩了。OK， 朋友们，我们去滑翔了。没有，我们现在是去考虑滑翔。对，不想滑的朋友回到车上待着。我感觉我会考虑回到这车上。我陪你啊。没关系啊，你滑吧。我没有所谓的。去厕所吗？你怎么每一站都要上？就是说，你怕在天上吓尿了是吗？对，你怎么着？啊，他有售票处哥，我们是不是得去买票？我去问一下。哎，您好，这个滑翔伞啊，是谁说了算呢？我们的滑翔伞是这边有价格单，你看一下。滑翔伞880，多长时间？空中的话10分钟左右。10分钟。左右。那我们落地落哪儿啊？在魏家坡附近。对面。就是下面，山下面。叔叔。哎，你好。叔叔，你看下面有个湖，你就降落在湖。湖这边，湖对面这边的，也玉米地里。玉米地里，玉米地里，那谁找我呀？我丢了怎么办？扎不扎呀？小朋友，你滑过不？他已经飞过了。哦，你飞过了。对，他刚飞了。你害怕吗？不害怕。不害怕。反而更不刺激了。不刺激，你门牙都磕掉了还不刺激？还在玉米地里。那我们先上去看一眼行不行？我们统计一下人数好不好？不是，我们上去看了就知道谁滑谁不滑了吗？啊，可以，跟我来吧。走走走，你从哪里来的？我从白云来的，去新疆玩的，跟驾游。先看一眼这个。哇哦！哇，这里好漂亮，好漂亮，好漂亮！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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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美啊！肯定要滑，肯定要滑，100%，100%。就从这儿下去是吧？对对。落哪儿啊？落前方你能看到的黄色像沙滩一样的地方。我们先定好了吗？谁滑谁不滑吧。我100%要滑。哎呀！这有什么风险吗？危险呢？风险是我们来掌控的。那他所谓的风险有哪些呢？大概风不合适，风不合适。然后还有就是乘客不配合。
哦，今天的风算合适吗？走，嗯，哦，先给他拍，挺好的，他给我拍，挺好的。还是那个做服务的吧。哎，那叫他们过来吧。走吧，我们去看他们。Let's go, let's go， 走。你们怎么买票回不来了？来，你过来看看吧。你想滑呀？你先看看吧。哇，好美啊！哎，老公，你看，那个是彩色的。哦，真是哎。这是七彩祥云吗？很少见到这样的云。是吗？对。哇，今天也太吉祥了吧！快给我七彩祥云拍个照，我跳一下，一二三，哇！我去叫他们啊！你们看天上有七彩祥云，看到没？哇，真是！啊，好漂亮啊！你有见过这个吗？没有啊，我是第一次见。瑞，许愿，许愿，许愿！哎，真的是瑞，是啊，好幸运啊，今天。哎呀，幸运之旅。好了，我回去了。你还在这儿呢？啊，他们来了吗？没来，他们在原地看了。想飞吗？你想玩去玩呗。主要是我老梦见自己在飞，我想确定一下飞起来是不是跟梦里一样。是吧？但是我有点怕。你也得跟着滑吗？我们一个教练带一个车一起滑。嗯，一会儿你和谁这个？面临梦想成真的时候又退缩了。不用退缩，两步你就离地了，真的，你就可以体验鸟的感觉了。我老梦到自己在飞，但是在梦里飞也挺爽的，可能跟那个感觉差不多。You wanna try it? No， 我何必呢？害怕。你上去看一下，你就不会那么害怕了。你觉得呢？采访一下你最了解我的人。你会吓尿。我吓尿 ，OK。真的吗？他是那种小朋友的主题乐园那些这样子的，他都不行。哦，我不行。就是他在那里哭，就是那种伞，小飞象我可以，但小飞象高一点那种伞，小降落伞我不行。走吧，滑去吧。我看你们去，我送你们。我们去看呢，看他们滑。这个玩手没必要逞强。小飞象呀！哇，他要飞啊，他要飞。哇，是自己飞吗？我自己飞，我只要看见你孵小鸡，好厉害！谢谢你啊，苗苗。啊，谢谢，你也好厉害啊！你可以自己飞这个。我喜欢你，我专门这等你上来的。谢谢。苗苗，我再给你合一个。好。来，你也站起来，冲着我这边来。好，摆个 pose。来，一二三。好，来吧，我们看你飞。好，耶，好棒哦。哦，走了。哇。起鸡皮疙瘩了，我有点动摇了。飞吧，飞。你飞吗？我当然不飞。哦，还有哦。他出现就告诉我，就是我想一想，这太可怕了。我再看一眼。对。飞，梦啊，我也飞，你也飞啊？我飞，走啊！啊，穿装备。老师，这个我兜里的电话咋整？电话你交给我。好，你带下去吧。对，再打一点点，它现在有点小是吧？对，能调啊。老公，那我飞了。我先看你飞。哎呀，我真没想到，说好的不跳的。到这儿来了不飞一趟特别可惜，飞出去你就知道了。
啊，我很怕。你玩过这个吗？不是，是因为这个事儿是我张罗的嘛，我要不跳吧，我就有点说不过去嘛。哇塞，我也有点心动，怎么办 ？You actually want to try？ 我不知道，我就是觉得很漂亮。那试一下吧，你闭上眼睛呗，你怕的话。那可是上去了下不来了，我飞多久啊？这个对啊，对啊，练这个飞多久啊？可以掌握，基本上十分钟左右。Yeah, that's nothing。你十分钟唱首歌就结束了。我传，对。可怕。试一下吧。啊？我还在思考。You need the courage。你上一次滑的时候也是像这种山坡走过去 yeah, 是吧？ Yeah, 完全一样的。你看多慢呢、啊？其实就坐在那里看风景，你自己也做不了什么。好的，走，走吧。继续 ，You gonna be okay？ 加油，拜拜。嗨，你好呀。你有滑玩这个吗？玩了呀。我吓人吗？不吓人。哎呀，你真是。太勇敢了，你嫌我还怕怕呢？我有点不敢坐，他们都坐，我不知道我坐不坐。啊！这个也，你看多慢啊！也不是很害怕，是吧？有开车快吗？当然没开车快，是吧？开车多快啊！要是他按车的速度算的话，估计才二三十还是三四十吧。哦，这么慢？嗯，你以为呢？我以为他特别快。我的！的！啊！好的，来往后坐。啊！呀！你看就这么高吗？你看开始减速，你看多慢。现在我可相信你了。如果我上去的话，我要走了。去吧。嗯哇。去吧，皮卡丘，加油！哎，深呼吸一下。一二三，好。好起来。哇、wow、哦、啊！啊！哇，他这个这个教练有点猛呀！啊啊啊！哇！景色不一样哎，好美啊！哇，这次又是我的第一次滑翔伞，我觉得还挺享受的，在空中飘着的时候，是一种翱翔在空中的一种感觉。All right， 我特别舒服。要不要操作一下？可以啊。OK， 啊，让我飞一会儿。这真的是自己可以掌控，想往哪飞往哪飞。对呀，哇，梦里就是这个感觉。耶，我挑战了自己，克服了恐惧，好想哭。在望的时候，你就把脚丫子抬得高高的，然后躺到我怀里啊。哦，这样。对。哇，我要降落了！啊，我出力了！啊，哎呦妈呀！我去！哇，原来这个包是这么用的！哇，帅！哇，好爽啊，看着！快来，该你了 ，Go！ 不，走吧。走了？一起啊！行，走吧，你给我加油，谢谢。来吧，哎，我教练呢？这儿来。哦，我们还有伞吗？没有了。没有了。
好了，那咱们就限制五个了，现在因为只有五个伞了。好，只有五个伞 ，OK。那你来吧，就一个伞。那你来，这就太好了，给了我一个。就一个伞了。不，那就太好了。没事，你来吧。不是，我不想，就是那个啥。如果咱俩不飞，就直接开车去那边，是吧？不管是一个还是两个，我们都会把他送到的。开车去接他们的话要多久？一个小时。哦，怎么样？随你，我看你，我都行。再把你接上，走吧。我不知道，其实我有点害怕。你看我都哭了，但是我是真的是有点害怕的。不是，我戴亮眼睛呢。我也不知道。火车要绕一大圈呢。对。神助攻，弟弟神助攻，你看，就几十分钟就到了嘛。哎呀，那你也得开车呀。没关系啊，我开车过去。其实蛮想在一个不同的地方啊突破自己，来到了这个新的地图嘛，所谓我人生中一个新的地图，蛮想做一些之前没有做过的事情。但可能身体上还是会有一点害怕。我其实现在要打给小明，让他真的要试一下。喂，继续。哎 ，Just do it。不吓人吗？吓，走路都比这个快，深深走路比这个快。真假的？那可能可以。慢到你相信我，我保证你不会害怕。行，好，就这样吧，再见，我来了。一定可以飞过去的。一定可以。谢谢小朋友，感谢你，在这儿交了个朋友。来，我们在这里看他飞吧。加油，你可以的。你可以的。我害怕。尝试了。可以的。到了，你不尝试怎么知道害不害怕呢？对。往前走。好，可以。啊，准备好了没有？再开始啊！来，一二三。我不想跑。能不能不跑？试一下吧。不然等会就没有风了，这来了白来了。不行吧，要不然还是让郑凯吧，大哥。加速度啊！大哥，不，大哥。这边注意让一下啊，这边。大哥，不，大哥。站直，站。大哥，站直。你站直跑，两步就离地了啊。来，我先走。好，走。哎，站直，站好。我真的不行，我真害怕。好，离地了，走了。我的这个突破当中，我感受到了很多的支持，就是人和人之间的这种最原始的帮助的，很暖心的，包括那个大哥，来吧，把我推走。其实人生中有的时候的确需要一些那个推你一下的人。打个招呼。谢谢。大方点。展开翅膀。好平静啊。想你想他想那野草野花，冥冥中这是我唯一要走的路。我还是很担心他最后怎么降落呢？待会儿降落的时候找抬高，找抬高降。对对，可以，没问题。明天你在抬高啊。好。对。风吹过的如烟云。那你高一点。OK， 厉
好犀利喎，没事吗？啊，我的，谢谢。哦，我感觉你其实不是怕高度，你是怕那个。对对对，我在上面我就发现我怕的是那个上下，嗯，就如果只是往前像坐车一样的话，我就没有很害怕，感觉很平静，而且你如果不尝试是绝对在其他地方看不到的那种独一无二的风景，对吧？说跟你说你要试吗？我的人生打开了新地图，还有新技能。我的啊，你没下来？我没有，最后没伞了，我就让奚梦瑶下来吧。怎么样？感觉怎么样？挺好的，就是跳的那一下比较吓人，然后飞起来以后就跟梦里的感觉一样的。可以，就是风景挺美的，美哭了，眼泪藏起来了，咽下去了。别着急，一路就是感觉，我说哇，跟我梦里的感觉是一样的，我就有点想哭。哎呀，你来圆梦了，这是，因为就是梦想成真的感觉，真的是。OK， 行，好好好，一会儿见吧，拜拜。遗憾吗？有点儿，最后奚梦瑶跟你本来是你打算飞的嘛，因为奚梦瑶她也怕嘛，你是？我觉得她很想，她挺想尝试的，她挺想突破一下自己，我觉得。而嘉宾难得来一次，是不是不要让人留有什么遗憾呀？玩了就得玩好玩尽兴。我以前是一个特别喜欢这种极限运动的人，就是结了婚成了家之后就变得很佛系，就是 OK 飞也可以，不飞也可以。我知道那一下下去一定很爽，一定很嗨，是一种人生从未有过的体验。但是我们无所谓，还有机会，节目还在进行，这一路上还会遇到很多的风景和人和事儿。谢谢你，凯哥。谢谢，我们这是。对，我们现在是，我们直接去对面那个码头，对面码头直接我们开车就走了。哦，是这种船啊。来吧，走吧，峰哥。Go。我们要坐多久呀？这个船？半个小时。好的。我们今天真的上天入海，刚在天上，然后现在在水里。哇，搞起来了，搞起来了！主打一个速度。呜呜呜呜呜！耶！哇，超凉快。快点！祥云消失了，在我们飞下来以后，它消失了。哎，外面有彩虹，有吗？啊，那个是后面，就那个水溅起来的地方，很漂亮哎。哇，这天可真好。哎，那河边有羊哎。开到了交汇处吗？你看水变黄了。是啊。哦，我们天哪，我们在黄河上面哎。对。刚一进来，你看水就浑了。但是它是泥的话，难道它不会沉淀吗？因为它溜比较急嘛，它还没沉下去呢，然后就。它在翻滚。对。哎，看那儿，那个石壁上有一个庙，有一个庙门啊。哎，真的哎。那个是炳灵寺。哦。好漂亮哦。这里有多少年的历史啊？这个就不知道了，每尊佛它都有自己的故事。是电脑桌面，你漂亮没？
哇，沿途的风景好美啊。到了。Hello， 等你们半天了，怎么回事？这个人太快了吧。我有点饿。也是可以吃清真。哎呀，这里有吃饭的耶。真的哎，环境还可以啊。哇哦，哎呀，我让我坐一会儿啊。我不客气了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，我们速战速决。我的天堂。去那里还挺……感觉应该是这样的吧，朋友们，哎，车就在那儿，还好吗？还好。脚没有踩在油门。哥，可以借用一下你的大腿吗？啊？可以借用一下你的大腿吗？不行。好吧。我给你个靠垫，你把头放在上面。OK。这样，你后面有麦哦。来吧，此时此刻喝口可乐。准备尝尝这个凉拌茄子，香豆是很给力，很好吃。那是老板，嗯，干了什么事情？很好吃。哇，这条鱼好大一条啊！哇，这鱼真的好大一条。的确超乎了我们的想象。看来黄河水养鱼啊。第一天主要让你俩这个稍微循序渐进一下，上来节奏不要太猛啊。你回去如果有机会的话，看一下第一集。第一集还好啊。那哇，我是被吓到了。你开到悬崖边扎营吗？扎，我说啊。哦，对，第一天我们摸黑扎营，光搭帐篷搭俩小时。你饱啦？饱了，我有点发呆。到你充电了？我充不上电，真的。没有洗澡，没有办法充电。所以你是对不洗澡这件事情无法接受的，是吧？我实在是不记得上一次不洗澡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了。不洗澡可以，碰床吗？不行，我会把他从床上提下来。他要是坐在床上，我就说你赶快给我下去。我现在每次回到家里都要有一个跟他这个辩论的过程。我就说，等等，我今天一直在室内，或者我今天没有什么运动量，我今天就去了，只去了朋友家，或只去了公司就回来了，会列出不同的理由，证明你没有细菌。对，你要不门口放个 X 光就？我真的很想，我跟你讲。紫外线那种光，对啊，您看到是不是？你不如在进门的时候直接有一个那种一进就是消毒，那个食品加工级的，可以啊，我愿意购入这台机器，但他愿不愿意用啊？不，他没有不愿意，他只要进门就会触发。行，明白了，这次我们的宗旨就是让奚梦瑶每天都要洗上澡。嗯。啊，不洗澡，或者让他降低这个回家要洗澡的这个标准，治好他的病。嗯，为了让 Maria 回家可以快速休息，我们决定明天晚上扎营。吃饱了，咱们启程吗？好，好啊，吃完了，吃饱了，走。订上了安家秘境的民宿呢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可以洗澡了。耶，改善环境了。好了，让我们开着为户外而生的计时汽车向山海出发了。走了。
视频。没有哎，我这里两个。安娜，耶，哎，轩轩，轩轩，妈妈想你们啊，爸爸也想你们。Hello。你看爸爸在开车。看看原味的爸爸吧。很有味儿。么么么。安娜，你怎么都不看妈妈呀？妈妈再过三天就回来了啊。好吧，那你们一会儿就洗澡睡觉了，晚安，轩轩，妈妈先跟你说晚安了啊。忙着在弟弟屋看他的书呢，忙的都顾不上理我。这两天有点那个啥，没陪他玩，我感觉我被冷落了。我们跟你说嘛，就像就有的时候这个屏是。Hello， 森森。Hello， 森森。Hello， KK。Hello, baby。妈，我想你。你想我了？你这么乖，我也想你了。咁你有冇挂住我啊？我都挂住你。我要画画，我给你拿。他不在这儿吃啊？对啊，为什么在这儿吃啊？这女儿真的很努力的给你放电。好了，森森，今夜打俾你好冇？我也可以了。哇，好幸福啊，你们。小朋友真的很可爱的。我想要个女儿。啊，有女儿特别幸福。哎，就是女儿叫一声爸爸，心会化了。你有听说过前世情人这个说法吗？我听说过的。是真的，我本来不相信的。自从看到我女儿叫爸爸之后，我的老天爷，那叫一个恶心。他一叫爸爸，然后妈妈就哎。哎，哦，不是，是女儿，你女儿恶心，是她，就是，哎，她都化了是吧？就他们两个一起那种来回叫。有人这么喊我，我也愿意答应。哎，你给我看一下你那个视频，哇塞！爸爸，爸爸，哎，问题出现在你这儿，哎，不得不说，真的蛮恶心的。是不是？是。你快被幸福死了，你真的。真的被幸福死了，就是手机不是有那个就是，favorite。哦，就是那个点赞的相册，你不是可以收藏收藏的那个吗？我现在收藏里全部都是我女儿。哎，女儿奴。我们女儿就是比较小嘛，就是还不会提什么要求或者什么之类的。只会喊爸爸，等到他会提要求，我感觉完蛋了。爸爸，我要那颗玉米。好，爸给你掰去。他说：“爸爸，我想家里门口装一个消毒的门框。”行，没问题。反正爸爸刚好也有洁癖了，现在。没问题，你不就想给爸爸消毒吗？这么着，爸爸自己装一个，一直呲着爸爸，好不好？只要女儿开心，我就一直催。这里感觉不是很游客了吧？对，很安静的一个地方。困死了。嗯。嗯。I don't know what else to do. I wanna get away from every little thing. 下一个拐弯，咱们就到了。耶，甘加秘境。是这个，是他家。哇塞！哦，不错。咱就是说，终于到了。终于到了。哦，我的脚。哇，这里真的好多星星哦！哎，这里也看着也挺好的。走吧，走。来，没事没事，没事，我这样就好。这样。哥辛苦你了。不辛苦，谢谢了哥。客气啥？这里上去说。哇，感谢感谢感谢。感谢哥，谢谢哥，感谢你，我帮你照着回去的路。看得见，看得见。
哇，挺好的。虽然小小的，但是很温馨呢。是不是啊？我感觉我今天干了件人事。真的是人事。今天干了件人事。哼，哇哦，哼，啊！我们有房间住。哇，太文明了，文明的世界。不得不说，又刷新了我们的文明程度，再次文明了。老智，行军床。我又在想在车上睡，我没在车上睡过。我们谁翻个身，对方都得醒。哇、wow, ，super！ 这个已经是我们节目有史以来住宿的天花板了，好吗？啊，真的是天花板。哦，有个好大的虫进来了，哎呀，很大吗？大到你能听得到它飞。很大的苍蝇哎。Oh my god！ 哦 ，Oh my god！ Actually, I'm gonna take me some time to kill it。哎，来了。你先洗了澡再打他呗。可以把灯都开掉吗？可以，我帮你开。刚刚我怕又有虫进来。你真的很像战斗的状态。别打了，但在那边它真的飞得巨快，你就洗澡吧。等一下，可能我把灯关小一点，它会飞出去，行吗？你为什么要大战一个这个？你打不到它的，它在这上面，你进去了。你别打它，你打它是徒劳的，它只要不叮你就行了呗。那你来指我睡不着啊？我有耳塞。咦？哦，谢了。你能跳那么高吗？你别把灯打烂了，在我看来，你真的离他很远，你每一次挥根本就是 not even close。So should I go in and try kill it？ 你真的不会打死他的？你是怎么觉得你就是能打死一只飞那么快的苍蝇？他只要被我击中一下就可以了。那概率是多少？你告诉我。如果是个小房间，他躲不掉的话，挺高的。可以，你只要不要打烂马桶和那个热水器。你要很愿意去，你去吧。还画呢？嗯。我在画今天这个云。七彩祥云。嗯。累吗？累呀。Somewhere in Ann Arbor, there's a broken traffic light blinking softly for an audience of one. 好了，画完了。Boy who takes his comfort in the shelter of the night and stays up until. 今天也太吉祥了吧！耶！我挑战了自己。我今天居然玩了滑翔伞，好神奇！我也没有想到。完了，我真的要碎了。咱们抓紧时间出发了。好。哎，今天咱俩有一个很爽的事儿。啥？咱俩人一个车。啊，对，四个一个车。我说咱们俩这个两个大灯泡明晃晃的，真的是躲开了他们，太亮了，照得他们无地自容。我们是这个。你行李。哦。我踩到了牛吉祥。吉祥了。吉祥如意。证明我今天好运连连。
吉祥如意，证明你今天会非常的新鲜。但是我觉得上车之前我还是把脚清理一下，要不然车都是味儿。我们还是绿色那台车吗？好，你要注意脚下有那个有什么牛吉祥。哦，小心啊，我刚刚踩到了。看我给你腾出这个位置够不够？够够够够够。哎，这个吉祥已经被踩过好几次了。啊，我去，这是不是我踩了一脚？有吗？看一眼，看一眼，看。有啊。怎么感觉好像是我？我拿湿巾给你，我拿湿巾给你。来来来，不用不用不用，跳段霹雳舞就好了。啊。我快好了。好了，没有了。尘归尘，土归土，回归大自然是吧？他们来了，来就走了。Let's go， 走走走。我们现在去哪里呀？今天呢，我们先在这个甘加秘境里转一圈。好。然后呢？哦，箭台。箭台，对，我们先找箭台。我先往前开。我们去找那个箭台吧。什么台？别激动。什么台？电台。电台。电台火锅。你我来。在虹口足球场旁边，我记得有一家。现在去吗？箭台就是插满了箭的那个地方。那我想不就发问了，这个地方怎么走？就让我们探索一下吧。谁让我们是山海探路小队呢？哦，这个漂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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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有山羊，你看，哦，可爱。哎，要拍吗？哎，不，哥，随时停啊。好嘞。手边那个有个美女在拍照，还确实挺好看的。怎么着，走不走？那要不去一个吧？走。他们都提了，咱就去一个。不行，那大姐拍着呢，咱过去有点不合适，抢人那个位置了。这样，咱就把车门打开，然后再站在车上拍一个。啊，也可以，也可以。能拍到吗？所有人加这个山，可以，一二三 ，OK，Let's go。今天主打就是一个不离车，油门，脚不能离开油门，绝不离开，绝不离开。是不是溶洞啊？是，就拐弯这里就是停那下面就是。凯哥，这个溶洞也是个景区，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野的溶洞。他也是要走上去，我看距离还挺远。那不去，坚决不去。没事，咱就往前开吧，往前开着再说吧。OK， 走着说。今天的游玩指南就是。以休闲为主，不见景区就不进。见到有很多车的地方，对，绕行。我们要给大家开拓一些新的景区。观景台，这个是。观景台下去拍照吗？要吗？拍，走，走啊！哎，那边有藏族服装，是不是？要借吗？来一个吧，哥。走。哎，观景台拍个照吧。好，就停这儿吧。游客打卡，真的游客打卡。
说好了不来景点的呢，结果加一站，并且还要穿服饰，是的是的，还要给钱，怎么回事？今天的游玩指南就是我见景区就不进。这个衣服可以借吗？卖砖男，可以，那租两件，让他们来挑。走啊走啊，去借衣服。你要哪个衣服？你选吗？看着这个蓝的还挺干净的。吧，这个有点断，断了就不好看了。这个好看，这个看起来很好看。穿的吗？我觉得蓝色是不是这个拍出照来好看？可以的。老板娘特别想让我穿红的。这红的挺好看的。那我就穿红的吧。哎，我们要不要去那个插旗的地方？在哪里啊？那不是插旗的吗？是那个吗？好像是。那走呗，看看你、那个、吧。啊，等他们穿上，哎呦，还穿挺快，太美了，好漂亮，哇 ，Oh my God， 挺好的。我俩开车去。这个能开上去吗？哪有负责人呢？我去找一下。哎，你好，我们想就开两辆车。开过去，然后我们在那里录点东西，然后我们就回来。上去吧，上去。我们可以哈。好嘞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喂，开到哪里去？那个建台。哦。哎，这里拍照才对嘛！你去那个木头桥上有什么好拍的？走，来喽。呀，我们开了一段土路。这里味儿也对了，对了吧？到了一个对了的地方。哇，那上面真的很多箭呢，真的很多箭。对，差很多。箭台，我们就喜欢来这种没人的地方。这个是他们的一个传统的插箭仪式，每年五月份会在这里举办这个仪式。风景非常漂亮，你看。哇，好美啊！不虚此行啊！这种景点还是值得来玩玩。看右边，这个就是白石崖。白石崖，哦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你觉得在这里大声喊的话会有回音吗？没有回音，但是你会喊得很痛快。我喊一个，让我跳一个。来，开始你的表演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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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怎么唱来着？给我唱一个。哎，来那那那八爪。哇，难怪他们要颠来颠去的，因为地上全是草，颠不行。作为一个舞蹈生，你必须要了解你跳舞的背景。对。你必须要了解你这个舞种所在地的环境。对。才能跳出这个舞的精髓。哎，小时候正应该先来采风再来学。对呀。看看啊。还有挤奶舞什么的，开始吧。还有什么这种，噔噔噔噔，忘了。嗯，就转圈吧。好，你正转，我反转。好。哎呦天哪！等一下，晕了。我还是帮你拍照吧。那在哪儿拍呢？就在这儿吧。你再转，往这儿转一点，或者抬点头。现在光有点顶。这样呢？这是背光，这是面光。对。有没有见过那种景区大叔给阿姨拍照？都是这种。哇，大片呢、啊！这还挺好看的，一个草原的
女儿爱上了一个城市的白痴。要给我拍照吗？但你的这照相技术也是烂成样子。试一下，试一下，来吧。你转过来一点嘛，真的很黑。算了，放弃。的确好黑。哎、hey, ，我们一块来这边拍张照片吧。好、啊，来一起大合照。来，来、他们就三三两两一组了，就。好好。咱俩就只能这样。Okay. 咱俩一个叶问，能比出一个心来，你信吗？不，就在一起。这是什么？有没有这种？对上，这是敦煌。没关系。两两一组情侣动作，还有。什么？这什么？对抗对。我俩坐。咱俩半蹲套上。要那种很做作的那种。现在对男方，走走吧，带走一些垃圾。人家申请上来总得还点啥。哇，这怎么这么多垃圾呀、啊？好，放我那儿，放我副驾，待会下去扔。草原被我们捡干净了。你下一站去哪里呀？下一站就去洛克之路。甘肃的大平原。原来画里的真是这样层层叠叠的山，远处的山都是深色的。哇，真好看！哇，真好看。那个，我们是从武汉，我是从安徽黄山出发的，江西宜春，我是从陕西西安，从郑州，我们是从湖南省张家界过来的，来自湖北武汉。我特地选的是丝绸之路，然后给孩子也带来这个文化上啊，然后对中国历史更加了解，所以就特地选了这趟旅行。我是出来探索未知的，我就喜欢没走过的路都去走一走，多多的见识这种大千世界，然后开阔眼界。另外就是在途中可以遇到。欢迎登录视频合作平台 Z 世界、爱奇艺观看更多精彩内容。微博搜索“向山海出发”话题页参与讨论，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，跟微博网友们一起边看边聊。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、微博综艺、新浪综艺。然后带他们见一下世面，开一下眼界吧。去看看这个世界嘛，趁年轻。然后还有就是减肥。